好，小芬子。好的。现在去，你先吃西瓜，去那个在那边种的西瓜，自己去摘。他们那个摘西瓜人藏在那边，咱们去挑。去超市里边买个一盘那个白糖卷，可是在二号台。袋子拿几个去买，看一包可以买，是不是这个？袋子拿一个呀，拿几个？原来啊，这个够不够？够吧，你要拿几个？这个要拿这个袋子。拿三个四个就够了，你想拿几个？三个四个不够啊，妈妈。谁跟说拿三个四个？不够啊。先拿几个回来看好不好吃，要好吃以后再交一些再拿。今年西瓜不大，小球球的。现在天气太热，可以说没有人，但是西瓜老板有在。老板看他的西瓜。去年妈妈拿就是很大的，对，他有卖在这里大的西瓜。嗯，现在下雨很多，没有甜。不甜。对，因为什么？因为西瓜喜欢太阳大。嗯。它得有一点水，不是都是水水水。对。然后它不甜，不好吃。哇，这是什么？西瓜？这是不是西瓜？怎么长这个样子？是不是西瓜？是西瓜吧？啊？长长的。嗯。不会呀。长得跟黄瓜一样。不是黄瓜。不是西瓜，不是黄瓜。不是，不会。这个不会，这里面没有东西，不会。那，你看这个就好好的。今天这把不多哎哟。好看难逃去哦。这个是黑西瓜，是不是？嗯。打开。嗯，拍一拍。是不是这个？嗯。真的哇，你看真好，是不是？一定要这个啊。嗯，第一个啊。不是，你不懂，你看我们现在不是在超市买、我们现在什么看好看的什么、老板把买，因为他明白，他看、他明白说没说，对、很不错，是不是？老板问要黑的要什么？要好吃的。要好吃的。今天不怎么好吃啊，快点在那拍，觉得那个西瓜也不错。啊，黑比这个好。哦，对。啊，去看黑的。嗯。跟球一样的。是的。对，是不是？是的，这个它是割切好了。应该。老板这切好了。对。啊，现在明白为什么咱们是这样子。啊，为什么是这么整齐啊？干嘛？你放在耳朵上面了？哦，对，哎呀妈！看看这个。嗯，好。还有胶我。好，拿这个。行。我的西瓜放在这里，我们去帮忙它。哇，我知道。帮忙，我看。呀，我知道。对。你看，对，有点样子。这个多少钱嘛？黑呀、啊。这个是我的，这个我要吗？一会儿呢，拿一个袋子给你装。很重哈。不会，那这边再放两个，然后就放到车里面吧。很重哈。对。要不要我来？不会。太重了。哇，太重了。好，咱们帮忙捡西瓜。这个拿的，不用，你那个拿它没法跳啊。这个太重了。这样，我们帮它一起装点，装车上。我放，这个不能。我要的哪一个？你自己。啊，我的呢？我现在忘记了。长得一样。
啊，小班长，他叫班长。对，好，特别好，两个西瓜很开心。哪里近的？这是那边了，要那。好，拜拜。回家了，刚好去拿西瓜，很不远，是的，很近的。妈妈，买好了，你看。那个是啊。努力说看一下好不好吃的。那你白饭应该好吃。看一下。他拿的，你自己拿。他给。他给。啊。拿那么多。什么？拿那么多。那你干嘛现在拿出来？妈妈想我们买一个小的。你想给妈妈了？对呀、啊，看一下好不好吃的。好，干嘛？咱们现在喝井，把西瓜用井水放一下，会很冰。答。以前我们吃西瓜是干嘛？放在这里面，然后一起放下去，放一个小时，然后想吃的是的，因为冰冰的西瓜好吃的。嗯，这个是对。不是洗，拿冷水泡一泡。嗯，中不中？老公买新的到，看一下好不好？哦，你看，你看，哇，但是它还热的，没有冰的，时间不够，刀很好。好好走。最后面那个，他们说谢谢大姐，谢谢特爷。对呀、啊，吃吧，还有，还有，在臭臭的，干杯，干杯，在鸭子旁边吃。是的，我给他们，给他们看，咱们是新买的。他们带出来。我家在乌克兰喜欢吃什么西瓜？西瓜和面包一起的，很好吃的。我现在也喜欢吃这个，然后这个来乌克兰，他想我是有毛病吃这样子，是不是？对呀、啊，我想西瓜怎么和面包一起吃？但是我们这个面包和在中国面包不一样，它是里面脆脆，是不是脆脆？这个硬硬的，硬硬的，它不是甜的面包。对，我们是咸的，是不是这样？也没有盐，但不是甜的，没有给糖。是的，不甜的，对，这个要说不甜，然后一起吃。很好吃的，现在面包的香味和这个西瓜的清香，对，是不是味道很好吃？他现在也喜欢吃这样子。